变成大晴天了。这个时候就要来一个冰爽气泡水，这是我在 Costco 买的苹果汁，还剩最后一杯了。现在呢，化个妆，我新买了这个粉底液，就是油状的。虽然到夏天，但是我是那种大干皮，所以我觉得可以一试。01，我每次擦了很白的粉，然后如果不擦脖子就很明显，感觉我戴了一张假皮。其实我在镜子里面看，我还是有很干的，像额头啊这个鼻子啊还是有一点的，不然这个 colourpop 这个粉色的。眉笔只有这么点，今天这个妆就化完了，那么今天就到这里了，那么我们再见。